Asia, 还有颗星。It will take an hour. This is the most complex Chinese. Wait until I show my friends that. 肉夹馍，肉夹馍 ，burger， Chinese burger. Both 好吃 ，both 好吃，好吃，哎呀，太爽了。今天带着小朋友们坐城市轻轨去都柏林的市中心看一看。一年难得来一次这个市中心的叫什么街来着，叫做寡妇街，奢侈品店街也是。你是第100周年啊，不听的。Can I go get money? Oh, you wanna get money? Oh, yeah, coins. Street food， 就西安小吃。还是一个中国西安的餐馆，叫扁扁面。点了一个面，两个肉夹馍，一个炒面，一共35欧。阿斯，你不要吃面，不要吃肉啊，丁丁。I'm full, really full. OK。好吃吗？炒面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炒面好吃，太棒了！你知道这叫什么？叫扁扁面。你讲一下，中国西安的扁扁面。西安扁扁扁扁扁扁 ，sorry， 我也不嘴瓢。哦，这个西安是不是西安？西安字扁扁，太复杂了。有月，有长，有盐，有马。是不是、啊、还有一颗星？ It will take an hour. This is the most complex Chinese. Wait until I show my friends that. 你可以跟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教你四个字叫魑魅魍魉，你教你朋友他们会疯的。你看我给他们量一量，我给他们量尝一下西安的肉夹馍，他们应该是第一次吃啊。这个肉夹馍七欧，这好贵啊。西安 street food 肉夹馍七欧，待会让他们吃一下，他们没尝过，我都没吃过，我也没面。Cut， 阿丽亚 ，Cut。Let's try this first。阿丽亚，肉夹馍好吃吗？肉，自己讲一下肉夹馍。肉夹馍，肉夹馍 ，burger， Chinese burger。第一次吃，脆脆的是不是？好吃吗？里面都是肉。里面放两脆，对，千层饼。今天这个肉夹馍好不好吃？肉夹馍好吃吗？Both 好吃 ，Both 好吃，好吃，哎呀，太爽了！哎，那吃啊，姐姐对，嗯 ，I want it。这是我点的一碗扁扁面。No, I want to make. 你看我这个扁扁面，全吃光了，连汤都快喝光了。宝宝，我朋友还在吃。太久没有吃中国的美食了，主要是。有。Swap。要去。
现在国家美术馆逛一逛了，拿一支画画苹果啊。嗯哼，然后有绿色的喷子吗？